你要好好活下去，带着我的那份一起活下去。 子渊，人呢？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进我房间啊？你还拿我东西，你还给我！哎，你还给我！ 这怎么就成你的东西了？这就是我的东西，你还给我！我上次问你摸我在哪儿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撒谎？我在后院捡的，我就拿回来刻一下。那我上次在后院问你，你为什么撒谎？你不是说我手机不好吗？我就拿回来刻一下，就当练习一下。你还给我！ 还给我！不，给我！我伤害没好，你可别硬来啊！你无赖！还给你也可以。那你告诉我，昨日是谁偷亲王？嗯？你知道我亲？ 装睡。嗯，还有，是谁说他已经对我没感觉？我一靠近他，他就抗拒；我送他的东西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就是你抗拒我的样子。子渊，事到如今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大郎，我喜欢你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我不管了。 我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管以后会遇到什么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，我要跟你好好在一起，每天都开开心心在一起。这才对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冯子渊，飞天之渊，渊渊之鱼，升天入海你都不怕，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说是不是，子渊？ 怎么了，子渊？子渊，小叔，子渊他到底怎么了？我探过他的脉，他病得很重。池金海当日胁迫子渊，强迫他服下剧毒之药，但是子渊没有为他所用，所以毒一直没有解。难怪他这段时间这么反常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 他中的毒几乎无药可解，鬼先生手中唯一一颗还魂丹，本来可以救他，但他亲手喂给了你。什么？你们怎么不问我愿不愿意啊？当时都快死了，这是救你的唯一方法。鬼先生，那药还能再有一颗吗？你现在生龙活虎的样子，说明药效已经发作了。 还能吐出来吗？我把子渊魂灭的机会给吃了。
我居然把他给吃了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？奎先生，求求你了。哎，还魂丹的药性还在你的体内，药性还有效。若我施以金针过穴之法，或许能将药性传递给紫渊。那还等什么？快！等了，先听神玉把话说完。此方法我从未用过呀。你们虽然能够共享药性，但同时也是共担毒性啊。最终毒性能否消解，我并没有把握呀。我不怕。就算你能扛住毒性，你们二人的血能否融合还是个未知数。这样你也愿意吗？即使是万分之一，也就代表还有一丝希望。既然这样，柯先生，你就大胆的做吧。你可要想清楚，若是成功了，未必活着；若是失败，必死无疑。小叔，那就是我命该如此。我宁愿跟紫渊做一对鬼夫妻，也不要一个人独活于世，受这相思煎熬好得多。小叔，我求你了。到了心意已决，请神医施针。这根艾条有助于你们进入深睡状态，艾条燃尽之时，金针过穴的结果也就有了。这是一场苦战呐，全靠你们的毅力，还有老天的眷顾了。紫渊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才不会在这里停下呢。等你醒来，你就会看到一生、一世、一双人。我磕了你的样子，你磕了我的样子，他们在一起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迈向平稳，成了。